月二号，中国吐鲁番市的一个小村内上演这一场斗鸡比赛，两只凶猛的公鸡相互啄咬，激烈争斗。战斗到疲惫时，饲主会用水喷洒，让它们继续啄斗，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。这种拥有百字腹部、嘴角细长的巴布亚企鹅，不但生性聪明，也是企鹅中游泳速度最快的一种。它们主要以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为生，多数栖息在南极地区的冰川岛屿，但是它们的族群数量正受到气候变迁和捕鱼活动的威胁。4月6号，尼泊尔民众在首都加德满都市中心通比尔广场欢庆赛马节。相传这一片原本的荒草地上，人们曾跟一个吞食儿童的恶魔进行搏斗，最后恶魔的灵魂被马群践踏，永不超生。如今人们用赛马和马术庆祝节日外，还有蒙面舞女跳德维舞和阅兵仪式等节目。